我
我将我的平安收束伫记载伫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。若是你无平安时阵，请你记得这个圣经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。我用平安交在给你，我将我的平安收束伫，所以咱毋免惊，毋免惊坏，都赢过。耶稣，我讲过几无？耶稣，我讲过几？所以，鬼惊什么人？鬼惊耶稣。所以你会知影，什么人比你较大，比你了了，比你较大的时阵，咱就会得到平安。所以，七月份对咱来讲，不是鬼啊月，是什么月？平安月。所以，咱今仔今朝是过平安第七月。我是你的灵魂，
我，我想要吃做你的饭餐。愿咱不是用伊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咱哪都亲像去无溪水一样，咱来挖靠上帝，祈求上帝，伊要将伊的快乐、享受咱，吃做咱健康的明白。